妈，姐，这是心如，先上个厕所，你们先聊。快坐吧。心如，林心如啊。哎，你这身衣服是刚做什么兼职回来吗？啊，对，我刚刚没来得及换，赶时间就过来了。这世道不会真有人相信灰姑娘嫁给王子攀高枝的故事吧？阿姨，这是我姐特意带回来的礼物。不错，还知道给我们带礼物。这是什么红酒？我们家喝的可都是法国的阿尔萨斯产区的高品质红酒啊！我跟你说了，你也听不懂啊。阿姨，这是法国波尔多产区的红酒。管你波什么多，你说你有一个姐姐，那你爸妈是做什么的？阿姨，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，我母亲做点小生意。怪不得就是没有见过世面，原来是没芭蕉啊。我们林家是家族企业，壮壮呢是我们家独子，他是挑对象啊。阿姨，壮壮找的是女朋友，不是继承家业的人呢。看来我说的话呀你还真没有听懂。那我就说清楚一点，你这门不当户不对的，这三观都不在一条线上。你们要是结了婚，我们两家未来该怎么过？别指望你妈做一点小生意就能登上我们林家的门吧。阿姨，我不靠我妈妈也不靠我姐姐，请您给我两年的时间，会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绩。我跟壮壮是真心相爱的，我绝对不会拖他的后腿。两年，说到底啊，你就是个没芭蕉的小次郎，就算给你20年200年，你也填补不了你们之间的鸿沟，你就别痴心妄想了。阿姨，好了好了，你这种想靠男人一夜之间麻雀变凤凰的小姑娘，我见多了。看看你那小身板，就连让你生个大胖小子都生不出来。心如，他们欺负你了？他们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曾经以为我们会坚定的在一起，但你今天全程都没有出现。你的家人把我的家庭、我的尊严、我的一切撕得粉碎。灰姑娘嫁给王子攀高枝的故事吧，一看就是没有见过世面。你就是个没芭蕉的小次郎。我觉得我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。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面带啊？岂不嫌丢人？你看爸妈气成什么样子了。姐，我就跟他玩玩，没想到他还当真了。我带他回来也就走个过场，谁知道你们还当真了。我只是嫌丢人，连什么阿猫狗都往家里面带呀。姐，别生气了啊。齐总好。齐总好。什么？我妹被赶出来了。林家好大的胆子，马上被禁回国。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受委屈了？没有。还说没有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好一个林家，走，姐姐去给你讨个说法。这林家也太寒酸了吧，就这样还敢欺负我妹。走。太太，外面有人闯进来了，拦也拦不住。谁敢闯我林家大门？走。你是陈七七？什么风把戚总您给吹来了？我还以为什么家世的人敢欺负我陈家人。戚总，你肯定是有什么误会，我们怎么敢不把您放在眼里呢？你们是不敢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，但怎么就敢把我唯一的亲妹不放眼里呢？
是我现在就让你们认认人，她就是陈氏集团千金，我唯一的妹妹陈心如。原来心如是你妹妹呀、啊！哎呀，我怎么就觉得第一次见面咋那么亲切呢？快去啊！心如，我们俩的事你怎么把家人也搬出来了？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以后我都陪在你身边，好吗？你这个大骗子！好了，别演了。也不知道我爸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把你们林家扶持起来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欺负我妹是什么下场。七总，从今天起，把林氏集团从四大集团除名，断绝一切合作关系。妈，妈。